300多名斯莱克，是我们的同胞骨肉。刚才我出来的时候看见遗体，确实感到痛心。他的家属在那里做祭奠活动，让我们感到也很揪心。所以我提议啊，我们全体起念，为这次地震中死难的同胞默哀。目前还24小时内，那是应该说是黄金救援时间的黄金段，一刻都不能停留。只要有一线希望，我们绝不轻言放弃。减少损失，首先标志是在减少死亡，减少伤残者。人是最宝贵的，要抓紧保证受灾群众有吃，有干净水喝。现在看物资不够，县长跟我说，当着你们的市委书记、市长、省委书记、省长，他就这样说，光荣，表扬他啊。这个县长说的是真话，这是我们党的传统，就是要说真话。我们来是干什么的？是解决问题的。你要向我们讲真话，你就说我们都解决得很好，你放心吧。啊，那我们来干什么？